现场的观众，我爱你，今天我更爱你，李春伟。我觉得你自己今天的感觉特别特别不一样。我觉得也许是因为经历了2020年这样的一个，很特别的，所以其实我自己其实上半年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在家里，虽然我歌手与观众的距离，其实我自己在舞台上演出有超过15年，但是这样的一个距离既是熟悉，但是在今年我觉得又让我会去重新审视我自己，也会去重新去审视我自己跟观众、歌手与观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感，这样的一种距离。所以我今天其实也特意多准备了一首歌。我想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、什么样的境遇，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天气，好的、坏的，都希望我们可以跟音乐、跟所有的观众在一起。我们在一起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首《今天雨》。手借我啊！好。随风的面，你的笑脸，
天空下着雨，可是我们在一起。